我要你亲像这种后悔感觉，我要你在死之前抱着这种遗憾与过失，我要慢慢折磨你，就如同我折磨自己一样的残忍。这是伊无心的假手，现在向你做纪念。再办三局，你如意的相局就会断在胜如风。吕伯坤，爱的献捷献强啊！得后悔吧！母爱造福，悲欢高低，咱是眼中同顶对不的男人，竟传遍地极处不见，老君不敢置信，无法雄强的情感，应在自己眼前上演。哈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心，我要让你迎婚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伊无心嫁在比名何患，母亲，母亲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相会，你跟我相会。你不是不爱你的女婿，你不是不爱亲情，在此刻，在心内此刻，你就永远听不到你所厌恶的女婿任何一声的呼唤。娘亲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啊，不行！将迷入心的亲情如意，却在这一刻唤起了吕伯坤深定的记忆。娘亲，你在哪里？快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就在吕伯坤心神错乱之时，纵魂无踪，一捧破我将。是我唯一能对你做最后的温柔。